我老公太宠我了，我有点太幸福了，怎么办？感觉到你兴奋，你看之前讲那么多好话。哇，你现在好算了，怎么办呢？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现在是半夜的12:38。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呢？又来到了一年一度我们的生日还有结婚纪念日的季节。今年呢，爸爸不打算要再给妈妈什么惊喜了，我们就务实一点，就你自己许愿，看你要什么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想好要送你什么。知道吗？我想要送你一个裁缝机。哦。因为你不是平常都会很喜欢做一些微博哎，然后人家裁缝机是你前男友送的。现在把它换掉了。对，我要取代一个裁缝机。好，那我可以。这样以后就没有故事可以讲了，因为每次拿那个裁缝机出来的时候，都跟大家分享。前男友送。对。那我们再顺便分享我前男友很帅这件事情。好，宪兵180。不要这样嘛！不要这样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啊，我真的可以许愿吗？我真的要许喽。好了，我其实知道，我听到你的心声了。你感觉想要一个包包，对不对？苏珊前阵子有跟我分享，她想要买一个二手包，可是我就跟她讲说不要买二手了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你买新的，你二手还可以卖掉，还有价值。所以那时候就叫你忍耐一下，要不要干脆生日再买？真的吗？对啊，所以你真的要包包？可以，不是只是讲讲。好了，那就这样。我刚才也是瞬间想到那一件事情，说你之前有跟我提过，你叫我先不要买，然后生日的时候再送。好，不然就这样，以免你又说什么两个节日合在一起生一个礼物，送你包包跟那个。真的吗？对，我觉得不要买二手的，大概刚好生日就买新的。我用眼镜来表达我的兴奋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你很兴奋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再一个 warning， 就是待会苏珊可以买一个新包包。如果看到苏珊买新包包会感觉到恶心、呕吐、不舒服的话，先离开去看下一支影片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你想要哪一款。认真吗？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好，选一下。好了，就直接来买了。我们就直接在 Shop Bag 买起来，然后让爸爸回血一下。真的是 Shop Bag？ 你没用过 Shop Bag？ 没有。Shop Bag 就是一个现金回馈的平台，然后现在很多台湾人都有在用。像你看，你平常买淘宝、PC Home、乐天或者是家乐福，这种超级多，Agoda、Booking、博客来，如果从这边连接进去买的话，你就会有额外的回馈。哇，你告诉我另外一个通路哎。你买 LV 包包平常没有在折扣，可是如果你在这边买的话，你可能还可以回馈个0.5%、1%、3%，然后有时候好一点，它还有额外的回馈活动，还有到10%的。你看，你如果像你买个几万块，也是不小，可以再买一个。你要先找缝纫机吗？好，缝纫机，兄弟的好了，有个粉红色那一台。查进来，它就可以有点像比价网站这样子，很好用。现在平台那么多，人家不同平台卖多少钱？哦，它旁边有价钱的。所以你要粉红色这个。这个。巴德使用缝纫机。然后点进来，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平台卖多少钱，还有不同的卖家，可以顺便比价的意思。对，然后他告诉你说每个平台他回馈的钱也不一样，所以你就可以加加减减稍微算一下。PC Home 比较好。55800对不对？最便宜的。55800是等一下的价钱。弯腰，然后就会转进来，转进来的话。他就直接进到了 PC Home 的网站，他就跟你讲说，透过他的连接，所以他已经启动了。哦，已经启动了。买了之后一段时间，他那个回馈现金就会进来到你的消费账户这样子。哦，他还有一个很好用的，就在右边这边，你看他有一个比价，就是你点到任何的网站，他都可以直接帮你比价，你就不用特别进到 Shopee 网站，你在右边这边插件这边，他也可以直接比价。哇，也太好了。哦，直接买了。结束。一次付清，付清节，一次付清。然后他这边就告诉你说，你的订单已经成立，然后快买完缝纫机了，再来你的重头戏，你要哪一款包？你想不出他的名字是？对 ，V A N I T Y， 然后 P M， 第一个。专柜也可以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它价差蛮大的，它有卖到10万的。你说官网9万？对，官网9万。然后这边我买还可以赚有1700的。而且它现金回馈耶，你好赚哦、喔！所以加起来3000。好棒哦、喔！可是你赚了9万。我赚3000，你赚9万。我不用存钱了耶，好棒哦、喔！就这个，我确定了。而且 UDN 真的是所有商品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卖比别人便宜，真的。我以后都要。他们感觉都是亏钱在卖。商家都是奸诈的，怎么可能亏钱卖你？他搞不好是先图一个市占率什么的。哦。对
最高 1.5% 现金回馈启动。哦 ,1.5 比刚还多耶。哇你现赚耶，哇。哇好赚啊。天哪好乐观啊。你现在说什么都好。你就买了，这时候就是不要犹豫，不要想那么多，赶快按。帮你按结账。确定送出订单。我老公付款了，我老公付款了。订单你成功送出。我老公结账了，Oh my god！ 好的，买完了。到时候呢，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到底回馈了多少钱，大概可以回馈个1000多块，也是不无小补，因为你知道 LV 包包哪有在给人家折价的。对啊，他们其实真的很少折价，而且这样你还不用等什么周年庆，然后你还可以看所有的店家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习惯用到的平台这边都有，你就不用特别更改你的使用习惯，你就照自己原本习惯就好。副平台也有，透过这个交的话，你就加紧赚，而且最高可以回馈700。你早说嘛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没关系，反正都是我在弄的。然后他还有加码，就是他每天都有不同加码，像这个他今天就是 iHerb 可以6%，超多，就是加码都会比较多一点。还有超多这边，好，你是不耐烦，你期待你的包包来了。我要去睡觉。被利用完了，可恶！不过只有付费功能，期待你的包包来。对，我期待。包包来见，来。收到礼物了，妈妈真的期待好久，好好笑。全身来表达我的兴奋。Brother, I wait you for a long time。感觉不大台，所以我们家应该是蛮好收纳的。你下次要做的时候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看好不好做。好啊，这么快进入了。感觉到你的迫不及待，我发现你造福很多人。因为我们上次拍包包之后，然后就很多人就生日礼物啊什么，就会我有看到你，她老公就送给她。你的第几个 LV 包？第2个一手。哇！平行输入的包装。所以平行输入跟我们去百货公司买就很不一样，百货公司可能就拿到哪一个百货公司的袋子，对，他会给你一个 LV 的袋子，平行输入就有一个这个塑胶袋保护。你看他没有盒子，因为其实现在环保意识很抬头，盒子会给的情况不多了，所以你买包不一定会有盒子，对，有时候不一定会有盒子。哇，他还有给我购买证明耶，他说包款皮件较软，如果需要退货请把配件收好，所以这个也不能丢，这是公证。他真的是在国外买回来的，啊，然后给你一个这个，他在这个百货公司买的。哇，蛮漂亮的，好漂亮，好美哦！而且它是双色。那他有附一个什么背包袋吗？有啊，可以，应该在里面。你看他的链带，这个链带也很漂亮。它这款链带很像那个香奈儿的链带。嗯，钥匙，这是钥匙，它可以当一个小吊饰勾在上面。这个就是锁。哦。你可以把你的包包锁起来，锁还帮你附一个这个小提袋。Oh my god！ 你看超新哦，新的，哦哦哦，不得了不得了！怕你的包包里面的东西被偷的话，但基本上我包里面的东西都没有那个包包纸。可是搞不好它也是装饰啊。对，它也是一个装饰。哇，你看，把它装上去。哇，这真的蛮像香奈儿的黑金。可是它们不一样，因为香奈儿它是一条线在整个的里面，然后它这是用两种链圈去把它勾起来，然后一个一个串。这个勾比较费工。这也很漂亮啊，它是放钥匙的哦，锁这个的钥匙，因为它钥匙上面都会有编码，所以编码是配它的那个码的，所以都是609哦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扣在这边，嗯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吊饰咯。哇，止不住的笑意怎么办？你看它的印花在这里，嗯，这大小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很棒啊，你看这大小，而且我的手机放得下，嗯，算蛮大的。这边是不是超可爱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礼物，好棒哦！这个当生日礼物，这个当结婚纪念的礼物。好，你开心就好。这个是礼物。我刚刚在想说，我现在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？为什么？因为去年送一个包，然后今年送一个包，又再加缝纫机。那我后来想想，如果明年可以再送的话，代表我们的生活啊什么的越来越好。好像也是往正向发展，不用啦，量力而为。可是还是会想说，如果明年可以的话，代表我们又更好了。好像也不错，你这个唯一的目标是每年都让你的老婆开心一下，你那一年就会很好过了。好了，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，我们这次在 Shopback 总共回馈了多少钱？你手机 APP 也可以用，那我们就直接看 APP 就好。总共回馈了2146元。哇哦！啊，因为我后来又有在买东西，
哦，所以加上去累积起来的，他都可以看到明细啊，像这边有写现金回馈明细，五十块，那个缝纫机是五十块，然后 UDN 就是这个 LP 包包，1324，所以这次总共回馈的是1359块，补小补啊。本身就是要在那个网站上面买的话，就是多连接一个就多回馈，所以真的蛮推荐大家，如果你们平常有线上购物的习惯啊，都可以先从 Shopee 那边搜寻，它多连接一层，然后不影响你平常的消费习惯。大部分我们买东西 PC Home 啊什么上面都有，然后也都有回馈。那我也会把注册连接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啊，如果用那个连接注册的话，都可以获得100块的奖励金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Bye bye。用什么做？这可以，可是要车皮件才有办法吧？就只能车皮，因为我们这个车应该还是没办法车皮革，皮革的话可能要换针。哦。我想说可以先车皮试试。如果可以车皮革就可以做的。对，反正我就是先试做嘛，然后先做到自己希望的尺寸，换成皮革，因为布跟皮革其实是两种包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